花贵都专门挑输家的另外一半，戏里挑 CEO， 然后戏外挑我。那时候查学到什么？完全没有。大美没有怀孕戏啊？不知道她有没有？有啊，最后一集她有怀孕，最后一集跟她怀了丙人的小孩，对，然后私下怀了花贵的小孩。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花贵都专门挑输家的另外一半，戏里挑 CEO， 然后戏外挑我。那时候查学到什么？完全没有，真的、哦，完全没有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啊，完全没有。拍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们有逃来暗器，完全没有。可是你帮忙套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什么都知道。没有，我帮忙套话，我是不是说，哎、欸，你最近有女朋友吗？哦、有没有另外一半那些？是完全不知道。而且我跟苏伟这么好，他也没跟你说，他也没有先探听一下周密。不是，我是看新闻才知道。那你祝福啊，很棒。那你昨天有问他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都没说？没有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他可以约吃饭啊，可以一起吃饭。哦，那两个人都应该是蛮个性蛮相投的，所以才会。这我就不知道，他们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，或者，但蛮配的、啊嗯，也很祝福。所以同部戏到底要如何恋爱？怎么样藏得好？低调。你会发现那剧组那两个人原本很常聊天，就后来哎、欸、开始不讲话的时候呢，就有鬼。你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是有一些征兆，是不是？他们的戏很少待在一起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，察觉不到，没有发现。你跟方志友那时候也藏得很好啊？没有哎、欸，他那时候已经肚子都那么大了。可那时候不是也怀孕戏吗？对，怀孕戏，然后他把枕头就是藏在经纪人的包包里，就没有电在里面，他没有人发现。后来有一次我们家庭聚餐，有一个制作人，他就看到，他说：“哈，他们都瞎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发现你怀孕。”不是，他肚子是用原本自己的肚子哦，所以他是那时候是真的肚子上去的，真的肚子。那解密也可以讲对不对？解密。对，是戏杀青之后，你们才说你们其实已经登记结婚，还是没有？那是不知道被谁爆掉了。不然原本要自己讲，前辈报，不是前辈，是前辈啊，不是。那群主就讲，制作人慧玲姐就说啊，恭喜恭喜，这个戏怎么有那么多喜事发生？那你天天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又那个，那你有好消息吗？这个啊，哦，还有戏接不断，对啊，真是好。几件事？我买六十。就生气。你们两个就送我啊，这么晚还好大。我没有人接受。完了。弟弟。性感的。真的气死我了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他妈的气死我了。你这么会聊天的。